佛系去呢个环球影城。一落地鐵入到閘咧，周圍已經咁多嘢睇啦，最中意就得哈利波特嘅啫，所以今日就玩咗哈利波特嘅話咧，就已經心滿意足啦。去到呢個位置好開心啊！突然間，好似人哋啲哈利波特咧入學校嗰啲啊，打卡啦，必到打卡。哎，こんにちは。上網去 K6 度買咗個飛，一嘢碌就搞掂啦。1, 2, 3，見佢哋好正啊！佢哋入嚟呢度咧，如果支持一樣嘢咧，佢會著曬成套佢哋嘅衫咯，係一齊。另外應該著翻套哈利波特嘅。我嚟環球影城之前咧，我睇咗至少五集 YouTuber 介紹呢個環球影城。我記得呢個森林咧，一定係去緊哈利波特嘅，聽啲聲都知道。哇！係我呀，哈利。我屋企咧儲齊咗。以前的 CD 的哈利波特四頭四集咯，跟住之後冇儲過，因為之後嗰四集，之後嗰三集麻麻地覺得。喂，精神！喂，精神！喂，屌你日本！哎，嗱，見到我以前的學生跳舞的，哎，嗱，呢個又係澳門隊的足球喎，啊。你哋も参加にしま、ざっくりご覧ください。好笑喎。揀合屬於自己的魔杖先，哎，你呢支靚啲喎，呢支靚啲喎，畫面啲，顏色啲，玩個半圓向下揮嗰啲啊 ，OK，thank you， 歡迎你啊，哎，喺呢度買支咁嘅嘢咧，4900咧，75、35，300幾蚊，300幾蚊買支咁嘅嘢其實真係還好嘅，買翻屋企都係擺嘅啫，其實決定都係唔買。魔法師喺屋企嘅魔法師，我坐，咦，有齊曬嗰度。哈利波特啊！哈利波特啊！歡迎嚟到霍格華茲。哎，揾阿鄧不利多先，好似好熟啊，講到。原來今日咧係26號，我張快券係27號，所以嘟唔到入去。我記錯咗，原來聽日先嚟，我今日一早嚟咗添，所以今日張快券用唔到，要排隊。大家認真，下次嚟咧一定要買 expect。如果買 expect 咧，就好似我咁樣，有排排隊啊！你玩這個呢個咧，嘥曬啲時間玩到其他咧，時間就是金啊！所以咧，寧願你買快券咧，慳翻啲時間玩多啲咧，好過你牛咗喺度。上淘寶睇一支魔杖先，60幾蚊咗支魔杖，用咗9個字時間入到去，再排隊。唉，本身就係呢度入嚟噶啦。哦，玩完哈利波特啦，正啊正啊！佢里面咧全部都系 3D 嘢啦，然之后好似过山车咁样，即系1至7集里面嘅内容咧，里面咯，其实 OK 嘅得。我哋去到海格屋企啦，系啦，今次咧就坐只鹰去呢个咩过山车，又要等40分钟啦。40分鐘玩咗30秒啊，個感覺就唔係太勁嘅，長龍嗰啲勁啲。呢個係玩個主題咯，唔係玩啲過山車。Thank you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ください。哎，我怎麼跟你？多謝你。2万蚊港紙啊！今次要排40分鐘，正常咧我哋喺呢邊嘅。拜拜，哎，それでは出発進行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オミテスリー、オミテシックス本部でオミテスリーが沈没してます。さあまず本部、オミネ三名です。それからね三名います。三名。
後面嗰個嗌曬啦。頭先個鯊魚正喎，係嗰個主持人咧都要自己啱埋自己，好似好緊張嗰啲咧。佢營造到嘅氣氛真係好勁啊！最佳演員獎俾佢。喂，侏羅紀世界。唔爽啊！濕曬。已經玩完遊戲啦，我哋玩完啦，濕身遊戲。排隊濕身遊戲。因為排隊無啦啦落雨啊，大佬啊！好刺激啊！以前。我發現咧，魔杖都4900，呢條頸巾起碼有啲用嘅話咧，呢個應該 OK 嘅。過嚟如果買少少手信咧，上網買張呢啲飛咧平啲啊，5000蚊一張，照翻原價應該係有9折左右咯。我買兩張10000，買少少嘢。好啦，今日玩完啦，落咗勁大雨，咁我臨尾最後一擊咧就去咗玩過山車。佢同一條路裏面咧係有向前同向後咯，正嘅喎，佢係有音樂喺度嘅。同埋下次嚟咧真係要買個快啲嘅 pass 啊，如果唔係咧行行地咧要排一個鐘或以上。系啊，以前嚟过嘅，佢里面咧有好多只狗嘅，就唔知狼定狗咧。呢度咧有好多对嗰啲门咯，日本嗰啲门，里面有过千对门嘅。哇，好啊，蒲币山，好腍咯，好腍咯，佢难食，好难食啊！地下商场都好食嘅，地下商场都好食啲啊嘛。哇，呢个正啊，鸡排有鸡 wing 食鸡。呢条街咧，正路啲嘢食咧，都唔会比我哋平时食开嘅好食嘅，因为始终都系旅游区啊嘛，特别贵咯。左手清洁，右手饮。好清新啊，装啲花旗先。設計咧入咗嚟呢條隧道係出唔翻去噶。嗱，你向前行咧係冇字嘅，向後行咧會見到後面有啲字啊。邊咧係排隊俾錢啦，然之後搦搦嚿石咁樣咯，就應該係當係祈禱噶啦。祈禱係哇，好重噶，哇好重喎、啊，應該10公斤左右。真啊，20kg，15啦。行到出曬汗咧，先至行咗1/4。好，嚟一個小總結啊！嚟到呢度嘅話咧，如果你要上去上面啱先嗰度咧影相嘅話咧，去到一小段就 OK 噶。如果你再上上面咧，其實基本上要半個鐘至一個鐘咁樣咯。如果好似我呢啲咁懶嘅嘢，影下少少想裝下 B 咧，咁啊其實已經夠啦。因為其實下面呢啲廟咧都好靚，係橙色嘅，上面就比較破舊少少咯。原來京都是沒有東西玩的，只是看看山山水水，你不是過來拍照啊，做些什麼呢？來京都是沒什麼作為的，其實早點就可以。到京都的地鐵站呢，樓梯超漂亮的樓梯，很長的，看看上面是什麼，才沒上過去。上到來了，是什麼都沒有的，有景咯。欸，看看風景先，原來就是這樣的。其實這裡有航拍應該挺正的，一夜飛上天了。哇！喂，師兄食好多嘢喎你。誒，而家係下午4:30啊。呢間鋪頭咧，如果嚟黑門市場咧，大家都唔陌生嘅。跟住佢同我講咧，原來4:50-5:00之後啦，啲嘢會半價。所以啱先咧，啲長腳蟹咧其實半價噶，啱數。成隻手咁大，1200 yen半價，6/7/6=42.40元。啖啖肉呢個。其實黑門市場都算是貴的，跟澳門價差不多，不過的確是新鮮一點的，黃昏來好一點，有機會會半價一些，少人一點，是的，條路舒服一點走得。Number one. OK. 住上家快棒。OK. 這邊表現即切即食喎， OK 喎。嗌咗個拖羅4件的，本身3000 yen，現在2500，這個時間。OK. 它融了。四隻幾蚊一件咯。那些油脂一吃到口裡就立即溶了，應該是吃到最正的位置，它只有小部分，整條魚的話吃了好像沒吃過什麼，但其實整個口是那陣味的。試一下先，試一下先，好冷熱啊，好吃，好吃。這間的師傅又有禮貌，又有笑容，又好吃，是咁啊！呢家多個牛正，真係下次可以試一下。預期咧，嗰啲日文唔知解咩咧，不如留一個自己知係解咩嘅先。喂，質量真係魚頭啫，真係巨魚，就係咁啊！走。佢直接擺翻荷葉上面咯。去咗間食刺身嘅居酒屋，幾方便喎，一嘢擺落嚟。
小細間都好。其實越細間咧，我越想去食。你去啲咁大路嘅嘢咧，一來價錢貴啦，二來未必好好食。咁撚流嘅，得都捉得難嘅喎。喂，精神啊！睇完日本 Fox 上集，記得 subscribe 我啊，然後再睇埋下集，拜拜啦！